YouTuber 蔡阿嘎先前因拍摄影片公开批评日本五家连锁店，惨遭全网严上，频道甚至一度停摆一周。随后他于六月底复出，并陆续上传了新的影片内容，其中有一部在日本进行街访的影片，近日再次引起网友们不满。蔡阿嘎和老婆李贝在影片中询问当地人，蔡阿嘎和山下智久到底像不像？期间他还多次表示自己是台湾版的山下智久，算和当地人的互动良好。受街访的民众也坦诚地表达了不上的意见。不过似乎是因为地雷电的影片影响，有网友发现影片底下除了有台湾网友的回应之外，还出现了日文的留言。但大部分的日本网友都直言希望蔡阿嘎不要再来日本了，不少日本网友希望他对日本人有基本的尊重。看来先前他发表的道歉声明似乎还是无法平息网友们的怒火啊。Bye.